总统立委选举结果神预测的游盈龙教授，2 0 2四年总统立委即将投票，特别在选前六天的2 0 2四年一月七日星期天早上十点到十一点，有梦上水第一百五十八集邀访选举预测之神游盈龙教授，分享什么是蓝白不合的美国模式、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，美国选举党内初选又为何不采台湾模式的全民调？ 同时回顾两千年、两千零四年总统大选，陈履培逆转胜的关键电视辩论、施政能力或政策白皮书对选举结果的影响。两千零四年少数电视台报道开票竟然灌票的历史阴间，及敬总内参的滚动式民调适合直接对外公布吗？进而分析国际外交、两岸议题与经济表现何者对大选影响最大？ 一九九六总统大选以来，中国界选对台湾选民投票的影响。2 0 2四年二合一选举有无系统性的危机？赖萧培已经走出八年魔咒或主场魔咒了吗？2 0 2四年与两千年总统大选两次三角度的比较。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气爆操作可能再度重演吗？最后再来大胆神预测2 0 2四年总统立委选举结果。